位同事啊，佢咧又麻鬼烦，又衰衰格格嘅，就第一位就阿 Joe， 佢喺边度啊？诶、又变过嚟呢度噶啦！你咩事过你同班美女坐埋一齐啊？咁美女梗系要我坐埋嚟噶啦！吓、啊，美男陪美女嘛？喂，小心啲美女，佢唔系咸猪手嘛？冇啊！哎呀！慢慢啦，你攞埋佢走啦，你带埋佢翻屋企啊，我唔介意噶。好啦，下一位边位呢？咦，阿 Pam 喎、哦，咦 ，Pam， 咦，你又着只黑白衫嘅，今日系咪衬我啊？我衬翻阿 Jo 啊，唔系衬你啊。哦，系咩？好嘢，俾啲掌声 Pam。哇 ，Pam 你着得几靓喎，今日。你日日咁靓噶，系咪啊？出到靓过我啊，想死啊！好啦，我哋另一位就最屘会永远咧播啲好靓嘅音乐，就 Jacqueline。Woo, Jacqueline, wow! 哇，你今日你化咩妆啊？黑面掹掹嘅，吓镬捞啊！咁介绍一个朋友出嚟啦，呢、这个朋友咧，成时咧同我睇相嘅，又风水又睇相，因为我好八卦，点八卦化咧？就我一定要问呢、这个冯振师傅嚟自香港 ，Thank you，Hello， 各位澳门嘅朋友，你哋好。Hello， 冯师傅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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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谢你嚟临。特登为咗你过嚟澳门做节目，系咪啊？你真系请我食宵夜冇？不如我哋翻去出国，我哋好白。Thank you， thank you， thank you， 我好开心啊！哇，冯振师傅你嚟啦，系嘛？嚟咗香港，好开心。嗱，我想咧就知道下你少少嘢啦吓。咁冯振师傅你都好后生下，系一个即系一个上学嘅师傅系咪啊？咁我想问下你咁后生，你点解会中意做呢行呢？因为咧，我曾经有一次，嗯，我做呢行做咗十年啦。十年啦，哇！你好細個做咯。咁我當初咧，點解會學先啦？不如話，第一樣嘢好得意嘅，逢係咧夏季同埋春季命嘅人咧，呢、這個牙教咧就會咔咔聲嘅。嗯，我就因為依樣嘢而吸引到學依樣嘢。哦，有個師傅話俾我聽，咦，你係咩季節出世？我話夏季。係。跟住佢話你牙教一定咔咔聲，跟住我試下，咦係喎咁啊，咁我就對依樣嘢有研究啦，有興趣啦，咁樣學嘅。系咩？咁几得意喎！咁啊，所以我我唔知啊，我全部都系假嘅。你唔好信我嚟讲大话嘅。咁我又想知道啦，嗱，你既然你嚟啦，咁我又想知道关于2018嘅新潮个运程，可唔可以讲下啊？可以，好唔好啊？咁我不如咧，现场观众都想知道，可唔可以俾掌声啊？佢透料咯，咁快出有料。想唔想知 Felix 咩新潮啊？不如讲咗你嗰个先。我個新潮咁快脆，一陣間我先透露我新潮出嚟啦嚇。不如你講下嗰啲平嗰啲 average 嗰啲啦，即係嗰啲新潮出嚟先啦，好唔好啊？嗱，普普通通嘅新潮咧有六個嘅，係、嗯、聽住咯，屬虎啦、屬兔啦、屬龍啦、屬羊啦、屬依個狗啦，同埋屬依個嘅牛啊，依、這個就普普通通嘅。係係啦。咁佢哋可唔可以略為即係佢哋有乜嘢？即係有冇揾到錢啊？就冇揾到嗰啲身體好唔好啊？特別要注意咧，就係屬狗啊，因為下年叫本命年啊，犯太歲啊，所以屬狗嘅朋友咧就要特別小心。可以如果有宗教信仰咧，可以去拜太歲啦。如果唔係咧，你喺屋企咧就去化一化呢個嘅東北變啦。咁我又想問一下咧，唔係咁好嗰啲咯。嗱，因為下年咧叫做戊戌年啊，屬狗啊，叫土嘅狗年啊。咁所以嚟講咧，土克水啊，呢、這個屬鼠同埋咧呢個屬豬係冇咁好嘅。特別咧要小心呢個皮膚病同埋呢個嘅腸胃嘅問題。咁有咩吹吉避凶咧？嗰啲咁嘅嘢，佢哋可唔可以留意一個？玻璃抑或陶瓷圓形嘅鐙，栽依個海鹽水擺喺牀尾，抑或你嘅書台嘅右邊地下，都可以化依個病嘅。係咩？咁即係一定要擺一個鹽水係嘛？係啦，冇錯。除咗呢樣嘢咧，因為如果屋企嗰度即係有細路仔啊，有動物啊，咁就唔係咁方便。可以用一張白色嘅紙剪個圓形，貼六個乾隆銅錢，都可以化依個病嘅，都係擺喺頭先所講嘅位置。OK， 咁仲幾好喎、啊！嗱，觀眾留意一下啦嚇，現場觀眾留意一下，就家庭觀眾留意一下啦、嗯。好啦，我又想知道啦嚇、啊，就係、是、最巴閉嘅、最 OK 嘅、穩穩陣陣嘅 ，the best 嘅生肖係邊？哇！犀利啦，係就係咧啱啱過咗呢個本命年嘅屬雞同埋屬猴，仲有咧就係、是、呢個屬馬同埋屬蛇、哦。
即係好似你件衫嗰條蛇咁啊。所以咧整定你嚟緊咧就行好運。我唔係屬蛇喎，唔好意思。但係你件衫有蛇啊嘛。係，哦係咩？咁就係、是、就會係 OK 噶啦，係嘛？好運啊！2018年啊。是嘛？咁我咧嗱，你又而家想講下我係咪啊？有冇人想知 Felix 啲嘢先？俾啲掌聲，越大聲佢越爆料爆得多。你爆料一個爆料啊！而家，我就屬牛啊。係，係啦，一睇就知呢個廿幾歲嗰只牛啊。是因為廿幾歲的牛嚟嘅，係咪？係咯，陳冠宇係嘛？係有咩可以講下我呢？屬牛下年唔錯嘅，有啲同人哋合作嘅機會啊。係合作做生意，因為我哋叫做比肩升，唔係比肩離喎，係比肩升。呢樣嘢我未聽過中我你知我英國人個升上叫做比肩。比肩星係啦，比肩星即係同人哋咧合作啊，同人哋咧有貴人嘅合作嘅機會嘅下年。係咩？錢銀又好冇咧？幾好噶，唔錯噶，有好多合作嘅機會，生意上啊，甚至人際關係上啊，甚至咧，我有睇你節目噶，你有一集咧就話你單身啊，未有拖拍，有機會咧就有好多人同你追你啊，真係。喂，每位觀眾有一位咧，我特登翻嚟澳門拍呢個節目，係咪啊？因為我未結婚，我想揾翻一個對象啫。係啊，咁我想問一下咧，就係、是、如果譬如咧，有乜嘢咧？因為我知道中國有一個樣嘢咧，就係嗰啲小人啊。譬如我哋有咩嘢可以喺澳門嗰邊咧？就係、是、因為澳門我唔知道有冇打小人咧。咁除咗呢樣嘢，我哋可唔可以有啲咁樣嘅方法咁樣避咗佢？我睇風水睇咁多咧，我睇到好多時咧，啲人犯小人咧有一個格局嘅，叫白虎按頭局啊。咩叫白虎按頭局？白虎就即係嗰只小人啊嘛，啲人打小人都打嗰只老虎嘅啫嘛。白虎按頭局咧就係你嘅書台，甚至你屋企門向住嘅書台坐喺度向住嘅右手邊擺嘅嘢高過你個頭，呢個叫白虎按頭局。你睇下有冇一棵樹係高過你個屋嘅喺個你嘅右邊，甚至你嘅屋門口入邊有冇啲嘢係冧高過你個頭，甚至你個書台右邊嘅嘢唔可以擺高過頭，依個犯小人嘅。即係書台個問題。冇錯。即係如果屋企有啲櫃咧，櫃唔得。都係一樣嘅，唔好擺高個頭，盡量屋企大門入邊右手邊唔好擺咁多高嘅嘢。我屋企嗰時咧，我啲櫃咧就一辣就喺呢度嘅，咁冇係會高嘅嘛，因為我啲衫好大。咁但係你做依行演藝界，你是非多，我是非多，係啊。咁就你就越嚟越紅㗎啦嘛。係啊，你知唔知啊？化妝嗰時候不停嗰堆人講是非啊，話我又唔知點，又話我唔知點，啲現場觀眾又喺度講緊。咁你閃啊嘛，係咪先？Felix 係咪閃先？俾啲掌聲佢。做咩啊？你閃就有人妒忌你㗎啦，係咪啊？係啊，咁我想問一下你咧，嗱，既然我係牛啦，講下我啦，你嚟諗啦嚇。咁我想知道咧，就係、是、如果譬如呢度咧，呢度個電視台，呢度個風水同格同我。哇！這個風水格局梗係好啦，你睇下後有靠山，前有名堂喎。仲有啲咁多嘅觀眾，咁多貴人，自己俾掌聲自己啊！你哋全部都係我哋嘅貴人啊！多謝你喎、啊，馮振師傅嚇、啊，我知道咗啦，2018嘅新潮咯、啊，同埋啲運程咯、啊，係咪？現場觀眾好冇啊！多謝馮，thank you。除咗呢樣嘢，我知道有樣嘢啦，問曬嗰啲好正經嘅嘢啦，而家我去放鬆下。咁咧，不如咧，我就想知道咧嚇，你係咪帶咗兩個好名貴嘅手錶嚟咗送俾啲現場觀眾啊？係咪啊？馮振師傅，你啲錶好靚啊，自己設計嘅係咪啊？係啊，因為我以前係珠寶設計師嚟噶嘛。係啊，哇！呢個全部我獨家設計，犀利啊！不如我哋快快脆脆啦，哎啦，馮振師傅啦嚇，現場觀眾祝你好運啊！大聲嗌下自己喎 ，number 喎 ，number 啦，哎，用下啲念力喎、啊，哎啦，冇錯啦，好，呢、這個咩 number 啦？0346。0346 0296 0296哇，請落嚟啊！恭喜你，恭喜你！恭喜曬，好靚啊呢個，係恭喜曬兩位，恭喜曬，恭喜曬。其日行公司送出专享版食物净化机，食物净化机不单止能够去除农药，仲可以杀菌及去除激素，送出奖品及现金券，总值接近400万元。嚟自瑞典嘅 Verso Skincare 以品牌特别研发嘅 Retinol 8配方，能够激活自身更多嘅胶原蛋白生长，令皮肤更加饱满。此次赞助嘅面膜及护肤系列，总值超过35万。
美健澳门有限公司送出多项产品，其中包括 C8 pH 5.5 成人及婴儿洁护肤体验装，以及雪肤蓝面膜系列，礼品总值超过20万。嘉美牌电器送出系列产品，其中包括慢磨果汁机，以慢磨方式萃取蔬果原汁，以及高速旋转粉碎干果类，可完整保留食物中嘅活营养素及蔬果天然嘅味道。奖品总值超过12万。小酒窝现金美食券总值超过10万。东英桥企业有限公司送出韩国 Water Kiss 面膜，总值超过7万元。Contest Digital TV 康迪斯55吋 4K 高清电视，总值54000元。日本名艳化妆品公司送出护肤礼品及彩妆系列，总值超过36000元。杨贴成饮品系列，总值超过36000元。Muscle 马士牌家庭电器产品，总值超过30000元。李锦记特级鸡粉，总值接近30000元。澳门跃马车行送出雅马哈电单车一部，价值港币27800元。彩丰行清洁护肤系列及购物现金券，总值20000元。节目仲有其他丰富奖品，当中包括。